所没去过的城市，在陌生的街道中穿行，感觉很自由。这一季早春度假系列围绕着一种让人愉悦的自由展开，我喜欢这种充满活力的氛围。活力街头有魅力，相同的话是都很活力年轻有魅力，不同的话是来到了深圳，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能看到更多熟悉的面孔。 Lift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。音乐啊，然后场地啊都很熟悉，来到了深圳办秀非常的开心。每一次看到那个轮滑的秀都会很新鲜，很羡慕他们滑得那么好。首先这种地板很适合做一些运动，然后就是大屏幕啊会像是电影的荧幕一样。发现那个彩色的渔夫帽还挺好看的，比如滑板啊，有一个项链上面有一个篮球挺好看的，就是比较活力然后运动的感觉，像我现在穿上这个鞋子啊，都适合运动。